驱魔关乃是人类在东方一带抵抗魔族最重要的关隘，它的身后就是大片的平原地带，一旦驱魔关被破，就意味着魔族大军能长驱直入人类领地。也正因如此，六大殿之一的刺客殿总殿选择直接坐镇驱魔关，守护一方。 新晋猎魔团，是的，总长大人。龙皓晨出列。到，他总知道我的名字。用你最大的力气，吹响他。圣灵星大人是负责驱魔关一切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官，他的话就是最高决定。 这将是你们第一次，但绝不是最后一次。为了驱魔关而战，时间紧急，你们只有2分钟时间，立刻清点人数。 兄弟们，怕不怕？不怕！好，我阴影的兵奉。
Thank you.
求之，我凯护许。执行命令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魔族就会前赴后继的不断进攻。那如果能击杀魔族指挥官，这些魔族军队就会立刻溃散。那魔族指挥官所在之处，也是魔族军队中防卫最森严的地方。管他森不森严，杀了那个指挥官就解决了。好，一号猎魔团听令。你们与二号猎魔团是本届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，现在你们立刻出发，与二号猎魔团一起执行斩首行动。斩首行动，最先击杀魔族指挥官的那个小队将得到驱魔官的特别嘉奖，而驱魔官也会全力配合你们执行斩首行动。魔法师团准备。我会以最快的方式送你们出城，记住，这是一场闪电战。3分钟后，我要看到魔族指挥官的头颅。